好了，安尼会使倒去啊。警察大人啊，我会使甲过吼。啊会啦会啦会啦。小蛋姐啦。哦，你这噪音啊，我这安创啥创啥？我会给你过，啊，不过拜托你学一寡同学歌。嗯，好，你足唔惊死的哦，哈？袂当啦。啊，那无你甲我讲，要安怎甲林小姐联络？我哪会使甲你讲？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小蛋姐。 电话啦，安尼哪敢林小姐联络到？拜托伊敲一个电话给我。好啦，啊，剩落房我扭来扭去啊，真啰嗦哩。请问你有什么代志？我是来甲报。是安怎啊？ 你小等一下，我先下来给你载。唔免啦，无偌远，我有路行。随在你。我唔是请带先生来甲我报，安奈是你来。你都叫我带囡仔，我袂晓，唔才来甲你报。真多谢你。 你无法度行，我甲你爱。啊，你这个人哪安尼？我唔敢予你爱。你唔敢予我爱？无我扶你好无？ 迄个少年的吼，开小金啊，啊咧手牵条条哦，啊因吼，就去迄滚头馆的遐吼，去高卡，啊卡高好了后，就去迄蔡万春遐吼，去把迄两囡仔带出来啦，啊了后就坐一台轿车，唔知坐对倒去啊，我就唔知啊。嗯，啊搭小金的卡囡仔有着啦，啊搁带到伊两个囡仔，哎呦，当然是转去厝的，啊袂当去倒啊。嗯，迄边哪会知？是讲哦。 阿爸才过身无偌久尔咧，伊应该袂甲别人安尼乌白来才对啦。嗯，迄个真歹讲哦。伊若对人走，还是袂要紧啦。上惊是惊哦，装啊摇钱款去哦，安尼就害了了啊。唔简单，那安尼哦，我著甲小金赶出去，安尼你就免烦恼啊。安怎？到时啊，装啊摇，就互恁欢，一个做头家，一个做头家娘，安尼毋是真好？阿母，毋是啦。 阮无即个意思啦。阿着阿着，小金咧熬趁钱啦，哈！啊，过互恁去立厝，甲因赶出去哦，真无彩哦，是毋？对啦，莫讲恁啦，连我规口账户拢爱看伊食穿啦。唉，凭良心讲啦，当时哦，恁阿爸开二十万甲买倒转来啦，即卖哦，伊趁互咱啊，还佫毋若遐个啦。 人生做水啦，佫熬趁钱啦，正经要走哦，咱佫有才调共留。阿母啊，安变哪啦？我吼早就拍算啦，小金哦已经互我六个手的，要放毋放哦是在我啦。啊，若恁两个哦，就较乖啦，较听话啦，就免惊啦。阿母啊，是讲哦。 这胆敢毋知烧啥物好香啦，才有法度互恁老爸娶到两个某拢遐好遐敖啦，哦，拢为着恁的胆敢吼，安尼伫咧拖累卖命啦，啊，我吼足忝的，要来去体一下。阿母。
久讲了无唔对呢，阿爸吼确实做有眼光的啦，带咱两个某吼拢遐搞遐厉害啦。哎，若讲到这哦，我就真正甲伊袂比的。够无志气的啦你，哈，什么人的某较厉害，戏还袂加加买，吼，阿哥唔知哩。你无法度行啊，我甲你来。啊，你这个人哪安尼？我唔敢让你爱。你唔敢让我爱？无我扶你好。伊无伫个呢，请问你倒位要找？鹿港的大姑哦，伊去住潘源遐呢。对啊，因搬出去真久啊，你唔知哦？哦，好啦好啦，哦，无我再甲讲啦。好，再见。是林小姐卡啦，唔知要偌好。林小姐，即摆阁联络袂着，啊，高俊林的庄啊也无进度，是要安怎才好？是人咧无爽快哦啦，那拄啊食饱尔，就咧困咧房间啦。伊也拖过来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哦。啊是安怎？林明啊，搁遮咧生气哦？哪有啦？伊若搁惹我生气，你敢敢搁叫伊当我面头前跪？好啦，我讲话甲你口说，我较唔对，安尼会用个袂？母啊，啊你若连这都查出来啦！我若无是要安怎？啊，当哦，你是呢？人伫个哦，迄贼佬都走入来安尼。啊，即摆人无伫个哦，无早想过变变安怎？嘿，敢袂小心啊？因迄贼佬爬过来咱厝哦！啊，你来遮尔济工，你拢无讲啦？讲是有路用哦，当咱兜看弄弄嘛。啊，你是哦，小心啊，带两个囡仔去装阿药，啊，就剩我一个孤单老人啊。遐个贼仔哦，是安尼目睭金金哦，走到伫个上咱兜安尼。嗯，这物件摕去是不要紧啦，我是惊讲有一天哦，我人若安怎样去哦，你看你嘛不要无紧。潘源，我转来厝会大啦，好唔啦？嗯。啊，当安尼啦，住到这落厝，俺下钱钱袂输，敢那迄落分鸟啊收嘞，住了敢会快活？啊迄新厝哦，搁半年就起好安尼，到时阵迄平哦就足快哦。啊，搁半年嘞，先搬转来厝会大啦。啊，我早就看破啦，迄是爱问罔问的啦。
你妈妈咧涂甲泥泥，面色敢那烟吞呐的，拢无要甲我医。来啦，甲母啊斗想看卖，看这哦、喔，你藏的多哦，较安全呐、啊。你还知呢？这是咱两母啊囝的代志呢，我吼无想要让你母知啦。我知影啦，啊是讲这物件这么贵重，啊藏在厝的，我嘛无地方藏啊。啊，银行，银行上个安全。咱来银行吼，做一个保管箱，啊，都唔免惊查到偷客啊。安尼有妥当哦。哎呦，还是我的囝上高。啊，到时阵哦，你都唔免惊厦门啊知影。保管箱吼，用你的名去租，啊，锁匙甲印啊吼，放在你遐，干那你有法当去开尔。就准讲我去吼，银行嘛袂让我开。是叫你搬回去。是啊，啊，不过哦，我无甲答应哦。真实的哦。嗯。啊，佮有讲什么无？无啦，咱哪有讲什么啦？啊，无讲什么，讲遐尼久。啊，对啦，阿母哦，佮要银行租一个保管箱啦，啊，伊无啥人知咧，你是毋人甲问的？袂啦，我食饱伤闲，是讲伊迄内底毋知佮创啥吼。到我要来知啦。是讲哦，翁仔某就要互相信任，你应该袂甲我骗啦吼。对了对了。我入来内底顾囡仔吼。阮某吼，那是这菜串。啊，阮阿母哦，就是这支啦，啊，咧正口倒下，这两个查某人哦，真正甲当作旱字裤啦，啊，咧先下皮哦，才阁拆迁啦。我实在真了有够歹命。哎呦喂，我你啊，我你啊！哎呦，阿德，你是阁啉酒醉是无啦？哪会跋跋倒？是我啉酒醉。你家己厝内面什么物件，伊也敢藏在路头的，害我跋倒啦！你想要甲害死哦？哎，伊也本来就藏伫个遐，谁叫你讲走路无看到路，安尼，就较细腻嘞。啊，你目睭听都无较好啊！啊，你唔去大病病院看卖嘞？到时哦，若变青眉，你就害哦。来啦，坐咧啦，坐咧。我来提药给你吃吼。好啦，变。哦，你这样好心哦，啊，你擦那麻药水内底，唔知放啥物毒药哦，买到点么青面啦，我煞唔知。不来啦，我抹了麻药膏就好啦。你目睭看无啥清楚，你若要换药膏，我提给你。啊，这变啦，我家己切就好啦。恁爸吼，迄查某呢，吼，手甲安尼空空啊，迄一定是吼，迄目睭吼，你看无雾叉叉，啊，叫进去啦，别再来卖去了，别再卖去。啊，你无看过兴吧？这款啥？这款啥？这我胃疼咧吃的胃药啊啦，这啊吼。恁爸吼目睭疼到要死哦，你找无药啊通抹，吼啊你咧，为了疼尔，着药拢穿便便，你啥足自私的呢你啊？我是说，后日物件藏到遮好差呢，这哪是？这身宝贝啊！这是你的啦，你弄这钱，哈？做手工赚的啊。做手工会当赚这钱？坦白讲哦，你若不坦白讲哦，
你别现在等了哦。我问你，你这钱是不是你借进来让老好你的？哈？是啦。是哦。哎，哎，要我出来呢？出来讲对，拢讲出来。无啊。无啊。哦，你安尼哦，今日客户你，你个暗讲哦，你使哦，真可恶。哎呦，你别走啦。恁爸哦，无钱哪开啊？你个暗讲啊，我咧哈哈鬼死人。真正是哦，恶恶天孽主啦，无法可敌啦。五兄弟哦，好，我甲你写起来哦。再见。小静啊，阿母，阿你哪来啦？惨啊！你给我遐个钱哦，去让你阿爸敲着啊！阿哪安尼？哎呦，你阿爸知影咱咧骗你哦，伊绝对会来找你的麻烦啦！你家己都爱较细腻的哦。啊，不过我即嘛嘛唔敢转去啊。阿母，你莫惊啦，啊，家家是给伊钱，钱给伊哦，伊就白乌白乱来啊。你都唔知嘞哦！啊，目睭安尼肿歪歪，伊嘛要搁去跋，啊，手气歹，见跋见输。啊，你若较侪钱给伊，都输无够啦。你摕钱给伊，唔是好办法。你吼，我嘛无法度哦。喂，我就是林小姐，你即摆人伫白庄哦？啊，好，我先来啦，再见。真啊，啊是安怎啦？不要紧嘛，无紧啦，啊无注意去拽着，你要好啊？啊，听一个电话也欢喜甲安尼。啊，你若别人来要安怎？我即摆无心情通插伊啦。阿母，啊你还袂要转去，先甲我顾一下囡仔好无？哦，好啊。啊，你是要去倒？去办一项足重要的代志啊。哦，好啦。做董事长，啊，这少年就做董事长哦！哎呦，那遐高，这是阮阿母啊。我送你哦。好，真好。你有开车来哦？会用麻烦你载我来林小姐遐无？你连了对伊啊？是啦。好，行。阿母，阿囡仔才麻烦你替我顾一下。知啦，知啦，紧紧紧紧。遐少年就做董事长，啊，搁遐缘投，甲阮小姐仔斗阵哦，搁足四倍。哦，王小姐，歹势啦，啊，真麻烦你。啊，袂啦。啊，林小姐有交代，叫我吼莫甲你过。多谢你啊！小姐吼，来滴，好，请请。小姐，王小姐来啊！我知。请林小姐啊，你好，啊，这位是，这位是，我姓高，你就是高俊霖吗？你真有名，啊，不过我今仔只用王小姐，并无约你，甲你无关系，
我想要单独甲王小姐讲话。有关系啦，啊，就是高董事长委托我做庄仔的啊。是安尼哦，不过我无爱甲生意人讲话呢。我甲你即款艺术家也无话讲。心不惊你又好，你若无聊，摕咱的相片，看较早结婚的时阵，你外缘。